阿叔，你无互阮卖兴趣，至少减半，互伊较早得到自由。我就会甲你设计谋杀阮卖的代志，全部拢压压出来。啊，搁有，我会动用所有当属啊，搁有股东，甚至找唐永全倒来盛唐开发做董事长。结果我啥物拢卖啊！我会甲我所有的一切拢互唐永全，互伊来对付你。等你甲永全交手了后，你就会知影你是拄着啥物款的对手。我保证。绝对让你要哭无目屎。敢问应信的后事，是您倒一位发落的？志文，请问有啥物指教？是安尼啦，我听朋友讲，才有准备一个临时的灵堂，让应信的朋友会当来送伊。看到这么侪朋友，都来替伊招灵。可见应心是一个真好的查甫囡仔，有这么侪好朋友，这么爱伊。阮阿婆知影伊离开，嘛感觉足可惜的。这是阮的心意，希望你会当收落来。多谢恁好意，啊，不过应心的情形，恁嘛知影，收恁的背包一点仔意义拢。拢唔对，我想应心姐应该袂阁再希望看到苦党的你，所以苦党的，请你尊重王姓家。苦党的，相信大家看到方万飞甲你联手下场以后，起码应该无人有迄个胆伫咧圣堂内面做你的内鬼啊！失去内线，你啥物真挚的把戏就无法度阁进行安尼。阿哥啦，我甲你讲一个消息。应心姐伫咧展现信任，伊写个遗言书内底有讲到，伊过生以后，要甲伊名下所有股份，拢交予陈子霖。即卖我甲子霖姐股份加起来，是比例搁较侪啦。所以麻烦你转移目标啦。盛唐即块大饼，伤过定啊！你即个老大人的喙齿。我无法嘞，少年人就是少年人啦，个性啊，就是这样冲动。食无三杯硬菜，就叫是讲家己会当就生天那想。这讲款的话，我嘉文拢羡慕你，伊都会记个用心的地方，迄就是棺材内底底是死人。唔是老人，你免甲我吓惊。反正只要我阁有喘气的一天，我就是无可能甲盛唐让你。你囡仔人嘛想要赛大车，你唔惊弄死啊？至少我阁有法度换盛唐领导这个位。仪态部分，我会交予主管去发挥。当然啦。你若是因为我着将阿顺堂，你真生气的话，我是会当勉为予你一寡业务的建议，啊，搁有方向啊。比如讲，你会当去开班授课啊，去教大家安怎用你的美男计去欺骗查甫人的感情，替你打天下。唐有权，请你注意你所讲话哦。我你即摆大家已经听破面啦，我嘛无需要甲你这个伪君子过来过去，安尼我嘛紧张。就是讲，你若是讲老实话会好过，你哩就安全哈，因为你专门讲白菜。你应该，你确定一下。你若是甲丁当着心如，我即摆就甲你开战。好啦，刷刷去。我无想要甲你这种无底细囡仔比来计较，你颠倒我，失去我的身份。我人家肯定甲你讲，以你这种轻浮的心态，你绝对是无法度好好管理公司的。你别就是讲，你家着金汤匙出事，都注定能得病啦，你个差得远嘞。
你这款倚老卖老的言论，我听真济啊啦！我跟你讲，一个做时代，若是我得到做时代尊重，安尼这个做时代也无路用啦。听我意思，还佫有啦，后摆要甲我教时进程，你至少请奶奶这款的时代出来教时嘛。 安尼我会通顾目睭啊！你啊，你真正是无用意啊！文泉啊，你也不是轻浮的人啊，现在对这讲话。 是个想不开，我那个，我大多也调过一点伊生气，咱就徐云泰这款有权有势的人，伊受到一点仔反对的声音，伊就会生气啊。所以啊，伊若是愈生气，就会愈加紧伊对胡顺堂的脚步。伊安尼做，我唔才有法度去抓到伊的枕头。若是老老实实，甲徐云泰跋心机，甲商业手段。 我是无可能会赢伊的，所以要赢，就要出奇制胜。无唔对，要甲迄种人讲道理哦，绝对会讲输伊。对，所以我头拄仔才用这么老的方式去甲接近。恁等你看，伊真紧就有动作。